蛇八周年在睡觉，我舒服，对八周年。起床了，我感冒了。感冒了，那我们今天只能在家。哦，这样子在家，一定要靠全身。噔噔，粉嫩系男孩。各位，我今天长得也蛮可怕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昨天呢，我在 IG Story 问，哎，八周年要不要穿这套？结果大家都选这套，真的是很可怕。其实哦，这样子才是完整的一套。我觉得这个，我接受不了。我觉得这个还是算了吧，太可爱了，你看。我们还是突破一点就好了，不要突破完全，这样子我们还有突破的空间，对不对？八周年的第一天生病了，那么就让你睡一下，因为好像也是有点感冒。靠北，后面的脚毛有点奇怪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妆。今天因为这粉色的套装，所以呢我就画了一点点红色的眼线，这个是用 Kitty Eyeliner 画的。都不要乱夹。OK。有点那，一点点点缀的感觉，有点红红这样。好看。然后呢，今天口红我用昨天收到的 Revlon 的这个038色号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也没有决定好要去哪里庆祝啊，还是要干嘛的，因为这几个月以来其实我们就是没有认真好好的休息一天啦，可能就是今天有的休息觉得睡晚一点，所以这样子到这，所以想说今天的行程就比较 chill 一点吧，也不去大费周章的庆祝啊，或者是想一些什么样的惊喜，有那么一天可以好好的让我们两个人这样子休息秋秋一下，可能也是蛮棒的，给他休息一下下，然后呢我们再决定等一下要怎么小小的约会这样子。很夸张，不要再给我比赛全粉。主持人问我有什么粉色的衣服吗？一开始我在想是没有的，结果我去衣橱看，想不到我是买了这么多粉色的人。我们很夸张，八月一号粉粉泡是我们。有没有换鸟新女友的感觉？没有哦。我今天要让你感受换女友那种 feel。看了一次大家全身，其实蛮好看的嘞。真的吗？我觉得 OK 嘞。我觉得很可丽耶，完全就是没有穿过这样子衣服的人。美少女战士。OK， 我们七年之痒度过了，可是我们还有八九十十一年之痒，所以我们。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，你看我们这两个人，没有想到我试一下就试了两个小时，但我鼻子好嘞。哎，怎么我这样可爱的？你的比较亮啊，我的还算可以接受，我是那种太坑粉。OK， 多啊。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发箍，我还拿下来好了。然后呢，给你们看一些比我们八周年还要兴奋的人物，真的很好笑。你在哪里啊？在这里给你们听，不要给我不剪啊！我真的这一段的、啊。不然为什么八周年他们比我们还兴奋呢、啊？真的很好笑，昨天一过十二点，他们就很兴奋了。八周年了，八周年了，八周年了，八周年了啊！早上要吃八姑爹啊，下午要吃富贵啊，晚上要吃大寿蟹啊。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真的完全没有 plan， 然后我们在想，哎呀，可以去哪里耶？可以做什么耶？完全没有头绪的那一种。这个八周年的上午，你去了宝吗？还算不错啊，其实算是蛮特别的八周年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八周年这么懒过。两只病猫在八周年这样子休息一下，真的是不错的。OK， 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很好笑的，这是椅背做的长辈图。什么鬼？还有吗？祝八周年快乐，好运年年幸福安康。我们现在流行长辈图，是不是？我昨天呢，我就破了这个 story， 看到吗？我问，明天八周年穿这套吗？你看我底宠粉就穿出来了，哎，向我学习嘛。你不可以宠我。是讲不出来呀。他的地位现在无比低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是下午的比较接近五点了，其实我们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去吃晚餐的，然后等一下找个地方看哪里可以吃晚餐。师傅，师傅，八月要进行影片啊。
那你以为我会没有拍影片吗？我已经拍好一个影片了，现在就是结尾的时候。怎么拍的？他一点不懂还要叫什么？什么？你闭上你的眼睛。闭上你的眼睛。你们都懂什么东西？来来来，拿这边。OK， 你要看到那边啊。OK， 这个时候我要给他惊喜啊。军姑，军姑。不是，你要请我吗？阿米我来了，军姑。我想去。你们比较好笑，我觉得。你的惊喜是在哪？你看来，别看我呀。什么鬼哦？很烦，你快点。别看我呀。所以已经计划好回公司了。没有，我的计划其实是晚上拍拖回去了，就是白花鸡排了。快点，蛋糕。各位观众，唐永清手做的八周年蛋糕。我不相信。啊？我不相信。对，这不是你亲手做的，真的真的，这最好是亲手做的，真的，我找他叫我啊，亲手做，有影片看到没有 ？Have a look， 这是你做，不相信，这是明明是我们家在这里，没有，他叫我做的，真的，我请了全马巨猴的蛋糕老师，说真的叫我做，没有啊。竟然让你的个人去那边做？没有，我们啊去他朋友家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我看不得行。大家看不见，走走走。大家看不见。那你可能？这是本人，他本人教你做。不然？哇哇！这里不是偷师啊？哇！看到没有？哇，本人教你做。全马最红的蛋糕老师来教我做蛋糕，就为了我们的八周年，没吓到哎！哎 ，Oh my god！ 我刚讲话讲上去啊，糊在一个纸上，我照着做，很简单吧？不难了。不，哎，我能赚多少钱啊？四个小时多。四个小时，五个小时啊？五个小时。他们两个陪我做到睡着，他们坐在那个沙发边看我。昨天做。昨天呢？昨天不是拍 DJ？ 我拍晚上吧。哦，你们两个很烦呢，有两个影片一起又怎样？开心吗？哇，吓到我哎！我厉害，我可以做蛋糕哦。他做的成分跟你做的成分有多少？好了，我们直接。还有个小惊喜啊！还有个小惊喜啊！对，哎呀，对了，位置，竟然哎，这样我显得很没有用哎，我没有准备任何惊喜。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，这字也不是你写的呀、啊。还有 bug love， 啊真的耶，恐龙耶。哦，你看是恐龙啊？有没有虾？恐龙一定不是你做的。小惊喜来了，盖眼睛，盖眼睛，盖眼睛。还要盖眼睛，我都背过了。什么？看眼睛。常永清手做。这边是我老师做好送给我的，然后他讲，我就讲那里可能。其实我是要做爱心的，你看我的爱心就是什么？我就讲哪里可能。而且我设计跟他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把两只口红在这上面呢，做到后面我发现不够位置哦，我就放下面喽。我问你啊，我就讲哪里可能做。哎，这样子也好处哦。我不能多一个零零卡，这个他的卡不便宜哦。就是老师一边做一边教你，然后才会有。对，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设计比较美啦，你看，满满的。你哪里来的自信？Oh my god， 馅料是什么？这个口味是你喜欢巧克力 Oreo。这不，你要 strawberry 啊？他加的，我吃 strawberry。但是你又不喜欢 strawberry。他加我吃 strawberry。狗屁事，我做蛋糕不好哦。你问我的喜好都不懂。拜拜姐，我做蛋糕十分给他分。作为八周年的一个粉丝的话，做五个小时哎。你不要看这一颗，这颗他做啊，他只要做一千多粒蛋糕以上，你叫我跟他比。九分啦。你九分了喂，九分了。他第一次做蛋糕给我吃哎。Yes。这是书生跟我认识半年以来哦，给我最高分的一次。祝常永书生永誉。爱喝，很努力耶！快点看 ，Oh yeah！ 耶、yeah, ，开心开心，老师做的。要叫我九分的男人，九分。Oh my god！ 耶，是冰冰老师做的。看那边，看左边。算了，哟 ！Oh my god！ 可爱耶。
赏脸一下好不好呢？哎呦，这个 love 真的不懂要怎么下手。哦，哎，你切太小片了吧？你再切呗。看你太可怜了，怎么你这做的蛋糕这样难拿出来哦？通常哦，厉害的蛋糕是比较难拿的，因为有料。满料真的很难拿哎，你到底是怎样做的？是哎，为什么我这样难拿哎？你发现吗？不是他不会切嘛，应该是他不会切啊。里面是你做的还是老师做的？base 老师做，因为如果 base 要等很久，我们是从18层开始就有 base。所以你只是做外面的 cream 跟图案吗？里面也是，它是三层面粉 cream 面粉 cream 面粉。哇，你真学会了哎，可以教人了。所以啊，你老师，我不是故意要学游戏啊，拆给。来拆拆看哈，可以吗？为什么要找琳琳老师的原因懂什么吗？什么？就算我做的不好看，里面口风好吃。这个就是他蛋糕厉害的地方。应该好吃。哎，我们的感情陷入危机啊！我们刚刚吃完好吃的长蛹盖过窝，我们在想要去哪里？因为现在6点了，我们又不饿，然后又要走一梦去哪里？所以我们决定了，应该就上云顶走走。对于今天8月1号的行程还开心吗？就只有送蛋糕那一块。你就送蛋糕的行程那里？可以啦，随便啦，我已经无欲无求了。有我在身边，你还求什么？求我？我今天为你精心打扮的。说熟人从来不会为了任何事情。好吧。你们男生不是很喜欢的吗？好吧，带我去改改。但男生喜欢胸大的女生哦。你想被打是不是？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哎，什么？怎么每次8月1号哦，都是我在准备礼物的。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不是，我其实也没有很想收礼物，但是有的话就不错。我是我们这份感情真的陷入危机啊。不是，我们不公平待遇啊。最主要是呢，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过节日的人。是吗？是。女人嘴上讲不喜欢，我是真的不喜欢的，就是也不是，但是有也无妨啊。对，有也无妨。啊、你是不是就犯贱？就我很不喜欢去想我要送什么礼物给别人，就是我平时对你的好已经足够了，就不需要额外的特别的那一天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不是那一天就要特别的好，而是每一天都要很好，明白吗？懂吗？各位，你们明白我吧？我不是对你蛮好啊，我每天都对你很好，没有你是对你更好。可以平均呢。没有，我应该是说的，我已经为我自己想了一个东西了。我是平时对你不好，我是节日才补救自己。对，知道吗？我不是属于那种人的，我是希望每一天都很好，不需要那一天特别的好。哇，我真的是刚吃蛋糕饱到要吐，好棒！哎，你要在你的影片讲啊？讲什么？才有那么惊喜影片在我这边看呢、啊哦。大家会知道的，因为刚刚2个。然后这两个像两个一样啊，很好笑。然后只是不一样的乖弟吧。太好笑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想一下，等下要吃什么？去改改先。各位，老天都感到开心啊，喜极而泣。下大雨了啦，好烦哦。本来想说今天要延续我们之前的那种。叫什么仪式？要跳一次舞的，可以跳吗？直接跳了。看来老天都要我们在家休息。跟我说，等等我该去睡了。乖，我们现在到云顶了。我们两个现在是病人哎，我刚本这就跟你一样吵，我刚本来在跟我乱改车，这些人在乱改车。我那边吵、哦，吵死了。今天天气还算还好，但是就是下很大雨。前几年带我生日来吃的 lobster， 因为我觉得来云顶除了这间之外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你都没有找，主要是我饿了啦。我看 lobster 想进来了。你饿了？穿上你的围裙。看，我要等待我的龙虾。身上跟周边今日产生一样了，开心吗？不开心。有什么选择呀？我觉得还好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那是 timekeeper。没有柠檬 ice。没有，这个是 non alcohol 吧？哈，好像是鸡尾酒是吧？没有柠檬 ice， 超香的。好，我的是 grab food， 这是 timekeeper。哦，你的好好喝。哎，真的像没有柠檬 ice。好。
桂版的 Dell Limon Ice 不是一样吗？Chili Lobster and Original Lobster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叫啊。对，我以为它是那种卷饼哎，结果它是面包夹的。通常来一个店看它合不合格，我会先试看薯条脆不脆。嗯。我还讲我今天不要吃烤的，好吃哦，脆的 ，OK。哎，它的面包是脆的，我们试试看那个炸咸。嗯，会辣吗？不辣。好吃。好吃哦。这个最好吃的主要是它奇异的色，哇，真！拆开 original 的，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点的，我们单卷，这一岁了，138各位，好吃啊！它的 sauce 很好吃哎，我们每次哦来点 burger， 然后牛肉没有吃，几浪费了。你就点这个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你一定要先吃这个，因为这只比较重口味。这个好吃，好吃。它的酱应该也。它的那个 lobster 的那个肉啊，很好吃，全部满满的，真的是满满的。哇哇！嗯，它的肉是嫩到不行，没有得比啊。目前觉得这个龙虾最好吃啊！这个人平时手不给肮脏的，现在帮我发钱。一年一次啊，一年一次，够大用啊！哇，超爽的！嗯，哇，很鲜哦。Actually 就是那个 lobster 的鲜甜味，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可以接受这种鲜，所以我要蘸酱。God， 它的脚，太鲜了，那个掌看到吗？就滴着出来了。看它的脚，我们跟着一起出来。哇，是不是？好吃啊，超赞的！吃饱过后跟你们讲，叔叔很贱的，他没在讲他请我吃，他讲要给我的八周年礼物。我做蛋糕这样辛苦啊，才换来一个龙虾。如果他讲要请我吃哦，我全部都点一个哦。吃完没？吃完了。你们浪费食物啊！吃完了。看你啊，再请你吃下一个啦。你看我们粉嫩，粉嫩。我们今天逛街的天吓人，全部人都看着我们，特别粉嫩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终于要回家了，因为我们一直按球按球。你们现在云顶都有这个诅咒。你看，你看，云顶的诅咒。哇，鼻子是很痒很痒哦。哇，很想睡觉哦。我刚空包有七下。呀。讨厌的钱，要睡钱人呢、啊，哟、yeah, ，还羞羞呢，要用这种方式 clip back， 我说要讲一样的话，什么话？希望明年有机会拍给你们看九周年影片。去年讲过没？在你那边吧。其实我忘记要去年八月一号不做。去年的八月一号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对节日一点要求都没有，真的是幸福快乐就好。那你有幸福吗？对不，你想什么？你自己想什么？你自己讲。我们要讲拜拜喽！谢谢大家这八年的支持。看看你再跳多一次。我相信我们应该会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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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